希望我做的这个百草银杏粥跟天和他爹的味道差不多吧。我能为你做的也只有这些了。又困又累的，这里面好像有字，是螭纹。嗯，螭纹。你确定这是螭纹？我爹有一位友人在螭江，曾赠予我爹一个螭江器物，上面就篆刻着螭纹，可惜我看不懂。赤江附近是蜀山派，他们也有弟子镇守在几千院，我舅舅去请教。哎，子英，林沙他最懂这些古玩之类的东西了，或许他能知道。怎么不见韩姑娘？她今天一大早起来就神神秘秘的，还不让我去打扰她。她应该在后厨做百枣银杏粥，想给你个惊喜。真的假的？哎。不过，做一碗粥要这么久吗？林莎，林莎，他这是又晕倒了，还是昏睡症啊？是昏睡症。现在带回客房，